往这边走。这寺庙之中怎会有女子笑声？小心点，小姐。小姐，这边这边啊。好多啊。哦，红娘啊，你看这只多好看啊。我来我来。这边还有一只，哎，这次肯定捉到你。傻书生，再往前走也不怕淹了自己。啊啊！这外面没下雨，你为何全身湿透？惭愧惭愧，小生对寺中不太熟悉，误入莲花池，丢了鞋子，只湿了衣裳，还请法聪小师父帮忙找双鞋穿。好的，张公子。白天的傻叔是真可笑，为了看小姐的样子竟然掉进荷花池，自己却不知道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也怪我家小姐长得花容月貌，勾去了那书生的魂魄。红娘，还不赶快去收拾包袱，明日一早我们就要启程了。小姐，你也早点歇息吧，夫人要是见你精神不好又该责怪我了。这清静的寺中，是谁人在弹奏凤求凰？哎呀，这大晚上的，谁在弹琴啊？害得我家小姐不得安睡。凤兮凤兮归故乡，遨游四海求其凰，时未遇兮无所将，何物今兮生思堂，有艳淑女在闺房，视尔人遐独我长。小姐又不睡觉了，定是那跌入莲池的书呆子，我这就去让他停下。红娘，休要与人无礼啊。戴书生，谁让你大半夜在此叮叮咚咚的弹琴，可知扰了我家小姐的清梦。这位姐姐，可是你家小姐派你来打探小生的。小生姓张名拱，字君瑞，河洛人也。小生至今尚未婚配，年方23。谁问你这许多了？谁让你在这佛门清净之处弹奏着靡靡之音，你就不怕扰了佛祖，惊了神灵？快快收了你那破琴，别打扰我家小姐睡觉。哎，这位姐姐，这位姐姐，小生敢问你家小姐芳龄几许，小生该如何称呼？看你这书生呆呆傻傻，想不到竟然如此轻浮。你与我家小姐素昧蒙面，怎么上来就问我家小姐年方几许，如何称呼？怪不得你在此弹琴调扰，原来是对我家小姐有非分之想。看你这衣冠楚楚，你也不觉得害臊？枉看你书生意气，难道你学的那些礼仪廉耻都喂狗去了吗？我说你怎么还穿了一双僧鞋？
难道你要等着荷花池中的那双烂鞋开出一对并蒂臭莲花？你，兰麝香仍在，佩环生渐远，东风摇曳垂杨线，游丝牵惹桃花片，珠帘掩映芙蓉面。莺莺小姐请见谅，法本方丈正在陈客，不便打扰，就由贫僧代为送行。这几日在贵寺多有打扰，莺莺在此向慧明大师道谢了。施主多礼了，小姐既是故人之女，临行前贫僧有几句话可要记住。姻缘本天定，千里一线牵，结处多磨难，铺就终团圆。小姐，慧明大师说什么姻缘，什么铺就终团圆，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们还要再来一次普救寺吗？死生契阔，与子成月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执子之手，小姐，你是想要执谁的手呀？哎呀，好你个红娘，又来取笑我。刘公子，刘公子，嗯，我有要事要见相国大人。这位公子，你请回吧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啊，你就通融通融，帮我通禀一下吧。哎呀，这位公子，我都已经告诉了问题，真的是情况紧急啊。哎，你请回吧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刘公子，这位先生，河洛人张拱，表字君瑞，欲拜见相国大人，烦请通报一下。可有推荐信啊？没有推荐信，你这门是进不去了。小生并无推荐信，此番也并非为求学做官而来，着实是有一件事关天下安定的大事，需要即刻面见相国大人，还请先生快快通报。引江买车之流，还要关心安定天下的大事，我大唐甚幸啊。先生，你我都是读书之人，何必如此刻薄？那这样，如今集贤殿前有十节舞集，若尔舞步成诗一首，便可入集贤殿。如若不成，乱棍将你打出去，还要治你沽名钓誉之罪。哎，这不是掉进荷花池的那个书生吗？血窗引火二十年，才高难入，俗人眼。宝剑藏匣，光难断，凭君任取，君帐前。我家相国大人日理万机，现今还没下朝呢，你恐怕要等到天黑都不一定能见到他的影子。我看你还是明日再来吧。这位先生，小生实在是情势紧急，要见相国大人，还请这位先生行个方便。先生，既然他来找父亲，必定是有重要的事，你去看看，切不可误了人家的大事啊。
戴书生，你不在普救寺的荷花池里待着，跑到我们相国府集贤殿门口坐着干嘛？原来是姐姐呀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相国府集贤殿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是相国府的丫鬟，我们家小姐是相国大人的千金。你在这犯什么呆呀？莫非你有什么要紧事要见相国大人？你可以先交给我，我来转达。哎，拿来吧。哎，姐姐，在此等候。哎，姐姐。书城相国大人，不才张拱拜上。前线之战，内藏暗涌，是外敌入侵之战，是朝廷内斗之战。为相者是执一己之力，还是心顾前方将士安危？这人真狂，双手不沾兵，竟敢谈兵论战。莹莹啊，女儿，母亲也在啊。父亲，我来给您献宝了。哦，我倒要看看我家女儿有何宝物啊。普通的宝物我女儿是定不会这么欣喜送来的。那是自然，父亲出设集贤殿时曾经说，一求无价宝，难得栋梁才。女儿为父亲带来一块无价之宝。哦，说不定日后他也会成为栋梁之才。女儿料此宝可速解父亲连日烦忧。果真如此，快拿来给爹爹一观。父亲请过目，孩儿告退了。嗯，好。来人，速速将此人拿下。是，送大理寺查处。且慢，学生张拱敢问相国大人，学生何罪之有？大胆书生，看来你心中不服啊。好，老夫问你，你一位远赴疆场，二位高居官阶，却在信中屡屡提及前方战事，说你是不是叛军派来的细作，写此书信一件一件。难道我推荐之人，他竟然是一个细作？这岂不是害了父亲？就凭他那个呆傻样子，还能当细作？何来万千人？学生确实代言万千人。前番两批军粮未到，殉国数万军魂，学生此篇书信便是为他们抒怀而作。你可知你乱议战事，按律当斩吗？学生只是来见相国大人，并没有想生死之事。学生带一位负伤的将军转告前线战况。哪位将军？快说。孙飞虎将军麾下的副将杜雀。杜雀？
拱的书生在集贤殿上与父亲对答如流，确实是有几分才气。只是可惜啊，我未看清那人到底是如何模样。小姐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，那个张拱虽然满腹经纶，写的一手好诗文，唉，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小姐你急什么呀？我何曾急了？话都说成这样了还说没急。小姐，我告诉你好了，那张拱长得真是丑陋至极，幸亏他是个男的，若要是个女的，肯定貌比钟离无言了。以相貌论人，那都是些俗人的做法。古时左太冲虽貌丑口讷，但一篇三都赋引得豪贵之家相近传写，一时洛阳为之纸贵呢。啊，张拱贤弟，杜兄，快来看，崔相国、裘大人来看你了。末将不知崔相国、裘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万望恕罪。杜鹃将军，快快请起，快与老夫说一说前方战事如何。我等在前线奋勇杀敌，已近月没有补给了。弟兄们，来，收服我大唐河山！杀！杀！淮海关一战，我军将不胜十人，兵不过数千。说，将军，方圆30里内未见朝廷粮草和援军。那崔相国曾口口声声答应我们8日内粮草必到，可如今半月有余，却一颗粮食也未见。可怜众兄弟还未战死沙场，却要被活活饿死。以淮关作屏障，在此固守待援。杜鹃，你速速赶回长安，将这血书交于崔相，让他给将士们一个交代。此乃本将军的兵符，你带在身边，作为回朝搬请粮草救兵之信物。将军，保重。记着，早去早回。我一定会搬来粮草和救兵。拜托，将军保重。哦，可这一月当中，相国大人已经派出了2批军粮了，皆未回复，看来那2批军粮已经丢失了，末将在回京路上屡次遭人追杀。之前也曾有飞鸽传书追问粮草之事，但杳无音信。我想其中必有奸人作梗。霍启忠，大人，我问你，那崔玉带人募集粮草之事，你可知道啊？这什么呀？这区区一个杜鹊你都灭不掉啊，还整天在这给我比比划划的，竟然还让那个杜鹊跟崔老匹夫见了面。圣主大人息怒，在下这就将功补过，带十名高手夜入崔家刺杀杜鹊。你这个有勇无谋的蠢货，崔老匹夫现在是处处戒备，这个时候我们出手不是自保身份吗？眼下
我们只能静观其变。是。嗨，记住了，战场是血腥的，他不死你就得亡。年轻人，那你以后就留在集贤殿吧。哈，大人，学生闲云野鹤，平日并无规矩礼教束身，这一身的江湖习气怕扰了集贤殿的清静啊。哈哈哈哈，张公子不必多虑，你若不留在集贤殿，那谁来替天下万千人开不敢开之口，下不敢下之笔呀、啊、我的兔子、啊、就在那儿。二位受惊了，小姐，你猜猜，我刚才看到谁了？谁啊？他身着铠甲，威武英俊，更厉害的是，他的马上功夫很是了得。你这个红娘，刚刚还说人家丑陋异常，现在又夸人家威武英俊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不是，我说的不是张拱。我说的是另外一位，刚才欢狼为了抓兔子，一不小心钻到了马下，那马突然就受惊了。欢狼没事吧？没事。多亏了那位将军，才让我和欢狼化险为夷。小姐，你是没看到，当时我的心呢，都快飞到凌霄宝殿了。我在想，要是欢狼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向夫人交代呀？你怎么也不看好你的马，反让他来欺负我们？末将杜鹊，给小姐赔罪了。你就是杜鹊？从前线回来搬运粮草的那个杜鹊？正是在下。杜将军，我错了，适才都是些玩笑话。哦，小姐留步。敢问小姐尊姓大名啊？改日到小姐府上登门谢罪。我哥哥，他叫红娘。红娘，他来了啊！小姐。啊，好个书呆子，来的正是时候，刚才小姐嬉笑我，现在我也要把她闹一闹。红娘姐姐，好你个呆傻书生，找我们小姐都找上门来了，看我不告诉相国大人，让他惩治你这轻薄之徒。哎，姐姐，小生并非轻薄之徒，只是相国大人找小生有要事相谈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相国大人的确传唤你来着。相国大人现在正在后花园中赏花，他让我通知你去那儿找他。哎，从这儿呀，过一假山，转一游廊，建一凉棚，相国大人就在那里等你。多谢红娘姐姐。哎呀，好一个呆傻的书生。
开胜草木深。叶落秋风随，八月蝴蝶舞，七元比翼飞。红娘啊，你看这只，小生张拱，字君瑞，拜见崔小姐。原来你就是张公子。实属蹊跷。张公子，你对此事如何看待？边境一路地形并不复杂，一则近年来并无陆林掳掠，即便真是陆林，他们也深谙江湖道义，知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朝廷的军粮他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。二则两次运送粮草时间对方都知晓，想必定是对相国大人了如指掌，对朝廷大事了如指掌，叛军再狡猾，他们也不会聪明至此吧？我想，定是朝中之人。夫人，我们为何不进去呢？相国他们正在商讨朝政，我们且先不必打扰他们，先回去吧。三则，此中奸贼杀我信使，并且屡次劫杀杜鹊。杀我信使，必是怕我方信使飞鸽传书，传递前方战线消息，以此来闭塞我们的耳目。言之有理。秋乃，此案一定要尽快查清楚。大人，属下已打探清楚，崔相国的粮草还未能筹齐，估计最快也要两日后才可出发。按这个时间推算，就算是杜鹊日夜兼程，待他到达前线之时，恐怕能够看到的也是一群饿死鬼。相国。刘玉啊，集贤殿开馆数年来广纳贤士，但依老夫冷眼看去，真正有才学之人还是凤毛麟角。
老夫也知你一人力不从心，今天特让张公子前去，与你共主集贤殿。是。以后若有事不必来问我，与张公子商议就是了。知道了。给张公子贺喜了。今日府中已设下家宴，杜鹊将军明日就要启程，你前去把他请来，就算是为他饯行吧。是。拜见相国大人。相国夫人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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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莺莺啊，来。哦，淘气吧。见过杜鹊杜将军。莺莺见过杜将军。张拱张公子。张公子。小女莺莺。小儿欢朗。啊，请。好，来来来，请入座。好，请请。今日家宴，来敬二位少年英雄一杯。谢相公。谢夫人。啊。姐姐姐姐，那人就是白天救我和红娘的人。英雄哥哥，你也把我带到阵前去杀敌吧，我已经是男子汉了，我也去阵前杀敌，为大唐效力。等你学会武艺再去也不迟啊。那你现在就教我武艺，现在就教。教嘛。教嘛。我儿小小年纪就有此报效之心，大唐后继有人呢。啊。哎，杜将军啊，值此良宵，你何不舞剑助兴，让我等也开开眼界啊。啊，是啊。小将遵命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啊，可真是太精彩了。我大唐有此文武后生，何愁不昌盛啊。啊，嗯，来，两位少年英雄满饮此杯。干。谢相国大人。嗯，谢大人。霍启忠，崔相国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回禀大人，崔相国已经派裘勉之追查被劫粮草及战地信使被杀一案。掌握到什么证据没有？以在下的密报来看，相国那边还没有得到裘勉之任何消息。嗯，好。杜将军，老夫已经为前线的将士备好粮草，只是此去前敌路途艰险，有劳将军了。这是末将应尽之责，前方将士浴血奋战，粮草供应不及，我心急如焚，我打算星夜启程。啊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共饮此杯啊！来，好酒，好酒，菜啊，好酒，好，张公子，来来来，今天到家喝痛快啊！张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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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给张先生看座，给张先生倒酒啊！来来来，张先生，哎，张公子，来喝碗酒吧！哎，张先生，我刚作诗一首，
请您帮我指点指点。骂骂那些没有门第、没有出身、只会攀附权贵的小人，就跟这蝉一样，钻土小虫，蹦树梢，攀权富贵太妖娆。试看秋蚕冬雪后，小命呜呼，哀哉了哦。哎呀，好诗，好诗呀，好诗。相国大人说先生满腹文章，先生怎么不对这首诗做一番评价呢？哼，你可翻看一下骆宾王诗集，里面有一首咏蝉，可与你们的比一比，高下就出来了。嗯，哎，他是这个干嘛呀？多谢了。来来来，进来，恭迎此辈。哎哎，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马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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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是啊是啊，等什么呢？快倒上。这个大茶，你怎么也不喝了？可不能学他人呢啊！就是是，来来来，你还有你，都倒上都倒上啊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马上马上。来看看这个啊。好一个高洁之人！哎，你看，原来是个色中恶鬼。哟，满口斯文，写的却是花花文章。小姐，那杜将军剑气凌人，又英气十足，丫鬟们都看呆了。哎，小姐，你读了那么多的书，有没有什么好的文章句子可以帮我形容一下刚才杜将军的英姿呀？苔盛草木深，叶落秋风随，八月蝴蝶舞，西园比翼飞。叶落秋风随，八月蝴蝶舞，西园双栖明月伴，相依群星陪。寄语知音乐，同心终莫为。寄语知音乐，同心终莫为。这个写得好。小姐，这屋子里都闷死人了，我们到园中走走吧。小姐，这衣服怎么破了个洞啊？小生多谢崔小姐知遇之恩，若无崔小姐，相国大人又怎会对小生亲眼相待？张公子，小姐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嘛！哎呦，小姐，哼，小姐，崔相国，臣在。你及时筹措粮草和援军，为臣分忧，真乃我朝股肱之臣呐、啊。正上说，臣在。前番两次发出军粮，并未按时到达前线，你对此事是否知晓啊？回皇上，前番几次发往前线的粮草，都是由相国大人一手经办，臣并未参与，微臣失职。但粮草丢失一事，定有隐情，微臣定会查明真相。
那就着崔爱卿彻查粮草一事，定当要给朕一个交代啊。微臣遵旨。臣妾拜见皇后娘娘。崔夫人，请起吧。谢娘娘。今日传你进宫，